Yeah.
我听见人讲说，这妖精应有千倍，我老孙比那王位还高千倍。他敬之如父母，视之如神明。你怎么说出唯独二王如来方便？把松箍咒念一念，退下这个金箍，交还如来，放我还俗去吧。大肆圣旨，放怪我看那贪赃枉法之官，当何罪？什么小金子都听。那怪说有些认得我。想必不是凡间的怪，多是天上来的精。好好，大家散伙。睁开你的口眼，这就摘下来给你看看。我遣众兄弟一路试你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难以忍候，直到今日，我才明白，一失明，锁不住的；一道孤，困不住的；以肉身之死，换一年永续。但愿你不会辜负的，我心结已解，你的路才刚开始。他能从那幅画中出来，这天命又该作何说法？我不过是个卖卦之人，卦象如何，天命便如何。未来之所以是未来，在于未定。未定之事，天也难算。天命即因果，前因既定，谁也逃不脱后果。我算不出来，无非前因知道的还不够多。哎，这世上竟有先生算不出来的事情，好事，好事。金丹之道，炼己为先，夺天地之秀气，采日月之华金。吃药，吃药。若论出身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披挂兵器，尽可所。求。刀打好了，手痒得很。正愁没人来试。话说前头，我这刀铜焦铁铸，擦着碰着，概不负责。
刀。
毛长。
圣地，乌龙外道。宝地容不下和尚。
金丹之道，炼己为先。吃药，吃药。若论出身，更不公。老夫伺候了别。世间一草奇花已尽在老夫心中，此生足矣。一分耕耘一分收。哎，这便要走了，记得常回来看看。
Good night.